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来看创世纪32章22到32节。雅各与神摔跤。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就是神之面的意思。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皮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在约伯记42章5到6节也说到，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这是约伯人生的感悟。其实对于雅各来讲，生命中的亚伯渡口也是神与雅各摔跤的地方，但是在那里，雅各的人生彻底的翻转，他的生命开始改变。在那个时刻，神给他起名叫以色列，他也在那里抛弃了最后一个偶像，就是他自己。他虽然大大的得胜，但是他却开始学习降服和顺服。亚伯的意思就是度过的地方，也代表了挣扎与倒空。我们知道在上一章的信息当中，我们说到雅各在面对以扫的时候，他很难面对这个困难、这个冲突和矛盾。特别是以扫带了400人的时候，他内心中非常的挣扎，到底该如何的去面对。于是那一夜，他把所有的妻子、孩子都送到河对面了，但是自己还是迟迟不敢渡过亚伯渡口。他在那里与神开始摔跤。其实我们看雅各，他曾经活在一种自我中心的生命里面，他生活在自己的诡诈里面，他也生活在恐惧害怕的里面，他常常生活在自己的计划当中。其实雅各是一个非常有聪明计划的人，上一次我们也说到，他一边祷告一边也自己做好安排。他差派仆人们送给以扫母山羊200，公山羊20，母绵羊200，公绵羊20，骆驼30，母牛40，公牛10只，母驴20，驴驹10匹。他真的是安排的非常到位，他并且给以扫送了这么多的礼物，并且把他的家眷分成2队，倘若这队被杀，那一队可以逃跑。雅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当然他也一直生活在自我中心的里面，也生活在自私的里面。其实雅各在这个时刻当中，当他真正再一次与神相遇的时候，跟他第一次的相遇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上帝也是主动的要与我们相遇。这一次其实是神主动找雅各，但是呢他们却在摔跤，是神主动拜访了雅各，并且向他显现，跟他谈话。
上帝屡次的拜访雅各，而雅各却是怎么样的反应呢？还是活在自我中心的里面，没有真正的放下自己。其实神在这次又次给他一个邀请，就是看到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但是在这里呢，雅各与神却是一同摔跤，因为他还没有放下自己。其实神也在向我们发出邀请，希望我们能够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希望我们能够打开心门，使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神。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其实怎么上帝会摔跤失败呢？这当然不是神是失败的，也不是说雅各能力很大，而是上帝的慈爱，而是因为神是一位慈爱的父亲，他不勉强我们。如果我们硬要硬着景象靠自己的能力，神也允许我们得胜。但是得胜的结果是什么呢？其实是什么呢？我们一个更大的失败。上帝轻轻地摸了一下雅各的大腿窝，结果他就完全的瘸了。可见人是非常的脆弱的，人的生命也是非常脆弱的。最终我们看到雅各真的他降服在神的面前，他的名字也开始改变。其实对雅各来讲，虽然他的大腿窝受伤，但是呢却是一个祝福，因为残废以后雅各再也不能靠自己逃脱一扫的追杀了，他也没有条件与人争斗了。看似好像是一个管教或者是一个咒诅，但是是带来了更大神的祝福。其实人看似好像不好的事情，反而是神的祝福。神不是这样看的，神透过雅各在这次的大腿受伤当中却帮助雅各，让雅各学会去面对。虽然在这个地方当中雅各还没有及时的改变自己的名字，但是在这次的摔跤当中，他的生命开始变得谦卑了，开始变得越来越丰盛了。雅各他真的是透过这次的摔跤，在他生命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他能够突破自己，他能够渡过哑巴渡口，就说明他人生很多的问题他开始学习去面对去突破了。透过今天的经文也是鼓励我们弟兄姐妹能够真的面对我们生命中的哑巴渡口。我们不知道到底什么是你的哑巴渡口，什么是我的哑巴渡口，但是神知道，包括我们自己也知道。我们常常不能放下这一切，我们常常紧紧抓住这一切，并且跟神摔跤。当然神不勉强我们，但是结果是什么呢？我们自己却活得非常的辛苦，活得非常的累，没有学习仰望，也没有学习交托。但是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学习把我们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神必顾念我们。在这个时刻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真的将那颗爱神谦卑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完全的匍匐在他的面前，让我们能够完全放下自己的自我中心，放下自我的掌权的意识，能够完全的委身于神，降服于神。让我们一同来继续的在神的面前祷告，安静等候神。愿上帝祝福大家。